開始咗啊！你 keep 住講嘢先，我哋好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點解我唔見到我哋嘅直播嘅？歐陽台長，好見到啦，見到見到，有聲，有冇聲啊？有冇聲？我 share 攞出嚟先。OK， 三十个，等多一阵。好，社团。OK， 再 share 出去。几多人嚟噶？八十，等到一百。六一二一周年旺角，好，好啊！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嗱，聲音 OK 嘛？大家聲音 OK 嘛？我估啊 ，Stephen 應該可能喺旺角附近啦。咁啊，我而家啱啱咧就喺油麻地現時點對開咧。就同阿列大夫做完呢一個嘅錄影，啊，細聲一陣，係，咁啊，啱啱咧就出嚟嘅時候咧，就諗住原本我要去呢一個嘅銅鑼灣嘅，咁啊銅鑼灣我會匯合阿花木蘭，咁啊但係一出到嚟利敦道去到信和中心外邊咧，我哋見到已經有好多車閃閃下，咁我想去旺角了解一下個情況先。我諗好多人咧都而家應該喺媒體應該聚咗喺呢一個嘅旺角嘅利敦道附近啦，咁啊，聽講咧，依一個嘅銅鑼灣嗰邊咧，亦都有好多嘅街站，咁我而家就一間會衝過去啦。咁但係目前為止咧，而家喺利敦道咧，見到都係好多依啲嘅啱啱想放工嘅老友記啊。暫時我見唔到有啲咩嘅嘢，咁但係黑警咧就一早嘅已經係行曬啲人喺度噶啦。OK， 咁啊，當然我哋都要小心我哋側邊嘅情況啦。咁啊，今日咧我就同阿奇啊。就過咗嚟嘅 ，OK， 同阿奇咧就過咗嚟，咁啊我有好大 temptation 想去上信和上面睇下玩具，買翻套殭屍貓咁啊，但係都係暫時冇住啊。嗱，好啊，阿奇你可以影一影嗰邊，盡量唔好影到啲人啲大頭啊。嗱，好，嗱，我哋見到咧有，哇，成條依度已經係有幾架鐵馬喺度噶啦，又有幾架大嘅吹龍車。OK， 暫時咧就未見鋭武，亦都未見水炮車喺附近。係啊，銅鑼灣都好多啊！頭先我收翻翻嚟嘅消息咧，座底喺 SOGO 門外都有三十個防暴。OK， 咁啊，應該今晚咧就遍地開花啦。咁啊，各位出嚟咧行街街嘅。老友記啊，即係如果你今晚咧，即係大家要睇住自己啊平安啦，係嘛？啲狗冇性啊嘛，亂鳩個咬人啊嘛，大家又睇睇。好，依度咧全部行緊咗一條。有時候啊，我哋去裡面睇睇咩事先啊。好啊，哇！如果依家一直咁樣落去咧，去撚到好遠啊！阿奇，可唔可以 zoom 一 zoom 埋去啊？系啊，一直都去，但系里边已经有人嗌紧口号，我入去睇睇啊。系，好啦，阿奇，一阵咧记得啊影地下吓，或者影我膊头以下嘅。系啊，时代革命。你好，你好。好啦，咁我而家咧喺依一个荷里活中心外边咧，就有啲手足就拎住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旗，就暂时喺度，系啦。啱啱俾狗搜身。喺边度啊？
嘛。守邊個啊？守你走咗啦。守幾個 ？OK。走咗啦。走咗。會唔會好堅啊？頭先被警察守完之後咧。女警定係男警啊？成扎咯。成扎，好嘅，有冇相俾我哋睇下咧？嗱，唔好影到佢啊，姐姐啊，網友嚟噶。好啦，我哋咁啊，頭先有幾個黑衣嘅女仔嚟㗎，佢哋兩個原來。OK。好嗱，呢個位置，好啊，唔係有大頭好啦，呢度啊，企影一影，好啦，係啦，咁啊，原來有差佬啊守起身啦，咪使多佢職期咯，係 ，OK， 收尾搞完之後冇嘢，就得之期，就得之期，咁啊散咗，係，散咗之後我哋咪圍翻，跟住大家喺度嗌口號咯，好開心。你自己都要小心啲啊！你今晚諗住去邊啊？都係要遊。都係要遊。O K。蛙弟嚟。O K， 好。咁啊，帶支水啦。有。你唔知點解佢唔知佢亂咁肥嘢噶嘛？我哋知啦，行咗一年。O K， 得啦。O K， 好。係啊。我有留意你㗎。哦，多謝。因為你係 B C 啊嘛，我成日忍住去咁。O K， O K， O K。我只聽你啲粗口。哦。節目需要，一切節目需要。好勁啊！係 ，OK。你都小心啊 ！OK。唱歌咁流利喎。係啊。叔叔今日特登嚟咯。我依日日都出嚟。日日都出嚟啊！好多車喎，出邊一直排到落去下邊。你去啊！係啊。係。我哋乜嘢未經過？去年有冇出嚟啊？有年六一二你喺边啊？你有冇喺中环定系喺依边啊？你去年金钟嗰度啊？都快一年啦，系啊。咁啊，今日你啊，我由四清运动俾人吊起嚟打到我大肚个文化大革命走出嚟。我哋係上面出世嘅，係，反共啊緊噶啦，係啊。咁我哋暫時咧喺而家呢度咧，你可以高掃一掃俾大家睇下環境係點啊，高炒。咁啊呢度咧都途人就圍住聽唱歌啦，係嘛？咁啊女仔就整個支香歌放香港旗啦，係嘛？咁啊，暫時呢度咧就冇任何嘅黑人黑警喺度嘅，亦都未見到有任何嘅便衣嚇，唔係好覺。咁啊，大家都可以放工咧，都可以行下街啦。我覺得今日都好天啦，聽日打風啊嘛，係嘛？係啊。咁啊，今日早行下街係嘛？出去香港裏邊唔同嘅角落走。纵使不易，难道说我们会幼稚？麦 Steven 唔知嘅喺旺角边度啦，我见到啱啱上咗嚟睇住，咁啊，但系冇可能会忘记嘅，系嘛？一年嘅时间，即系都要教大家继续去再坚持啊！讲真系未完嘅。已经在一夜未能睡。置身这荒诞岁月里，抹干眼泪。好啊，哥哥唱完歌之后，我哋喺后面出去睇下个车队个头位边度，好冇？有种爱超越限期盛衰，连系你我内心交瘁。任雨打，狂风吹，与你共进退。旧记忆，历史中。有着证据。
咁啊，列大夫啦，啱啱咧都喺度啊，總理又喺度啊，見到佢哋啦已經。咁啊，總理我原本係話咗去，呃咗總理話我去台灣嘅，其實佢梗係旺角。總理就好擔心我今日走緊咗去邊咁啊，但係我今日就先去旺角先啦，我依家再去銅鑼灣啦。不過我哋而家咧，我哋會喺後面出去睇下個黑警個車龍。叔叔你保重啊，今晚。拜拜。加油。右边，呢边哦，喺度啦，各位，好，好啦，原来咧喺呢个板长门内咧就系企一扎狗喺度啦 ，OK， 咁啊呢度有一二三四八只喺一个位，咁啊睇住啲，系啊，你好少礼服，依排少啲，系啊，因为啱啱琴日烧咗电箱。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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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咁我哋而家咧，依個方向咪去 APM 啊嗰度，羅浮坊，羅浮坊啊嘛，係 APM 咪觀塘，屌我戇鳩鳩。好嘅，我而家去嗰個方向先。嚟 ，hello。咁暫時旺角係寧靜嘅，我哋唔知道朗豪坊嗰邊點。頭先我哋聽講朗豪坊嗰邊咧就有啲情況，咁我又會去嗰邊睇睇。咁啊，唔緊要嘅，即係大家個唔喺香港都想支持我哋，當然心領啦。但係唔好忘記，共匪嘅滲透咧，就已經係去到世界每一個個角落啦。咁我啱啱咧，即係大家同分享一個新聞啦。依一個嘅加拿大嘅外相啊，加拿大嘅外相俾人踢爆咗咧，佢買咗個豪宅，有港幣4000万嘅借貸啊。其實你知唔知道條撚樣同邊一個做 mortgage 啊？邊間銀行？屌你老尾，堂堂加拿大人閪撚到走去揾依一個嘅中國銀行同佢做 mortgage。加拿大嘅外相佢間豪宅係靠中國銀行同佢做 mortgage。咁你唔撚怪得知，永遠屌加拿大唔撚去聲討中國啦，係嘛？係咪真係火都嚟緊埋啊？即係你諗下個滲透係幾撚咁恐怖啊？即係你諗下，你估唔撚到一個加拿大嘅外相竟然嘅政治敏感度係咁撚低，係嘛？即係個個嘅外相就係代表國家嘅外交。咁外交就係代表啊，即係譬如你同中國打交道啊，咁啊，喂，你陳豪宅都係 ，hello 你好，你陳豪宅竟然係靠中國銀行同你做 mortgage， 咁你點樣我惡得起嚟咧？係嘛？咁啊，所以依嘅新聞一睇完之後咧，你哋喺海外嘅華人咧，更加要監察好你哋國家嘅外相，你哋國家嘅 parliament， 你哋國家嘅。國會議員有冇親共啊？或者你嘅 municipal 啊，或者你嘅 federal 啊，或者 provincial 裏面嘅唔同嘅代表你哋嘅官員啊，有冇一啲嘅親共嘅行為？咁啊，依啲咧就當然咧，佢哋會可能分分鐘出賣咗你哋嘅國家嘅。嗱，有一隊差佬，好，好啊，梁優啊 ，Christy 又喺度啦。咁啊 ，Christy 咧，大家要讚下 Christy 啊，因為 Christy 近依幾日咧。搞啲 BL 都搞得好緊要啦，咁啊同時之間公司又停咗電啦，熱到咧大汗揼細口，咁好啦。呢隊咪頭先嗰扎人嚟嘅，定係另外一隊嚟巡邏啊？另外一隊嚟巡邏啊？因為太熱啦，流馬尾咧，呢啲汗嘅位咧會出閃啊，咁啊所以閉咗個扎計咯。咁啊中唔中意我發餐啊？好啦，呢度咧就另一队嘅车啦。头先嗰队车咧就向呢个方向，尖沙咀方向嘅。一系咪尖沙咀方向啊？唔系话，一系太子方向。太子方向，而家呢队车队咧就系啦，去油麻地方向啦。系啦，咁可以睇得到啊。两边弥敦道两边嘅方向，方便佢互相去交叉吓。呢一度嚟噶啦。
咁呢隊 platoon 咧十幾人噶啦。哇，好撚大波啊！姐姐睇唔睇到？你有冇影到？係啊。咁啊，我老友彭一星亦都睇緊啦。喂，唔好踢爆我啦！唔好當冇咩武器啊！我正經人家嚟噶。好啦，另一隊嘅車隊就去到依一個嘅位置啦。啊 ，OK， 咁我又上翻車，似乎呢扎人咧就 take 個 break 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啦，每架啲長龍車大概有十幾人。我相信而家駐扎咗喺旺角裏面咧，依一個位置咧，三四十人，因為60-80個差人咯。阿奇，你同唔同意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因為你每嗱依啲可能有十幾人喺度噶嘛，可能一間又到佢哋落車去做行 platoon 啊嘛，行 patrol 噶嘛，咁又有十幾人，有兩邊加埋應該有大概60-80人左右。好，我哋朗豪坊嘅方向去。对面啊，可以过马路。好。好啦，呢度又有一队人喺度啦。我哋经呢一个嘅 tunnel 过去好冇 ？OK。咁啊，依度另外一邊有一個街站嘅，係啊。大家好，我哋係中學生組織香港私留。咁咧喺今日咧未通過國安法嘅情況下咧，其實我哋呢個中學生組織咧都已經俾中聯辦啦、港澳辦啦以及中共嘅國務院咧正式點咗名咧，話我哋咧喺個參與港獨啦、叛亂啦、顛覆國家政權嘅中學生組織。係啦，其實而家世事真係好荒謬。原來今日身為中學生，我哋付出我哋嘅課餘時間出嚟擺街站，去希望要求更加多嘅人去覺醒，去爭取民主自由。原來都係錯，原來都會被中共咧去列為一個顛覆國家政權嘅一個罪犯，負上呢一個罪名。喺國安法通過咗之後咧，我哋香港人只會有更多嘅年輕人咧去被。中聯辦呢個細路仔講嘢好有清晰思路，繼續去清算我哋。就住6.12呢個咁特別日子，今日我哋聯同咗黃子月小姐啦，喺旺角嘅E1出口舉辦聯合嘅街站。其實我哋今日香港人現有嘅民主自由咧，如同我哋今日街站嘅咪嘅電力咧，都差唔多啊！真係都已經係蕩然無存，差唔多冇曬㗎啦。佢依家把聲都嗌到拆曬啦！佢而家已經係啦。其實一直慢慢一日一日減少，逐漸流失。我哋年輕嘅一代，好希望咧，呢個僆仔好有吉事啊！真係呢一代人啦，守住我哋下一代嘅未來。下一代未來其實係靠我哋呢一代人，呢一咁多代人一齊共同嘅守護，去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嘅香港。過去一年反送中嘅運動，令到好多香港人覺醒。令到好多人參與追求民主自由嘅道路，去參與一齊去繪寫屬於香港人嘅故事。但係我哋面對住好多唔同痛心啊，令到我哋好失落嘅一啲時刻。佢講得比好多網台主持人嘅 speech 仲好，係啊，好感人，共同面對，勇敢咁面對嘅一啲時刻。咁啊，大家可以嚟依一個旺角站嘅E2出口。旺角站嘅E2出口嚟撐下依班小朋友啊！即如果你係有落嚟旺角諗住即係參加一下啲街站咧，就值得落嚟。好啊，出咗南旗，小姐，係嗰邊出咗南旗啊！我哋係咪過馬路過翻過去啦？好啦，好。你好啊！你好，好小心啲啊！你嚇，小心啲，系好啦。嗰邊出咗南旗啊，朗豪坊係啦。哇，真係唔止80個，你嗱依家早。不如過馬路過去啦，依度過去兜個大圈。係啊，過，sorry， 唔該啊，姐姐，係好。哦，因為有人咧喺個地鐵嘅站頂出咗去。
小心。喂，企个位。系啊，射出往何方对出，对咗蓝旗。往何方对出，对咗蓝旗。好啊，大家记住啊，呢、這、一个喺旺角站 E 二出口啊，呢班小朋友讲嘢嘅思路非常之清晰，咁啊值得啊支持佢哋嘅。值得如果喺旺角咧出嚟咧，去 E 二多啲人喺度保护下佢哋啊。好啦，而家我见到喺应该系 E 一出口咧，有位嘅黑衫嘅年轻人咧就上咗个站顶，咁啊狗仔就举咗蓝旗啦，对面举咗蓝旗啦。啊，咁啊，啲救护车即刻嘘一声，即刻冲嚟啊！好啦，嚟啦嚟了，我落翻嚟啦，落翻嚟啦，落翻嚟，冇位，哎呀，佢而家有鬼佬嚟嘅咩？鬼佬嚟啊！哦，外籍人士嚟嘅原来。鬼佬嚟啦，睇到鬼佬嚟啦。哦 ，OK OK， 系喎，喺边度啊？咁高啊，好高啊佢。好啦，差佬車到 B 三車，系啊 ，B 三車三一二號 ，B 三三，好啦，一二三四，哇，使唔使咁撚多啊？後邊仲有啊？後邊有，係，使唔使咁撚多啊？金雞嗰度有三部。哦，我過馬路睇睇好嗎 ？OK， 你跟住我，小心。好啊！大家記住啊，去 E 二出口撐下呢班年輕人。E 二出口撐班年輕人。好啊。哇！即刻涼曬。喂，後面有班差佬喺後面，差佬跟住入地鐵啦，而家。咁我相信咧，旺角地鐵站咧應該有好撚多差人喺度。好啊，我哋嘅直播時間，我哋去咗幾耐啊？期係咪啊？好。後邊有差人啊！后边有差人，我骑小心啲啊，因为我系随时啲人会冲落嚟啊。系，咦断咗线嘅？吓，好啊，系啊，你好，小心小心。哇 ，OK， 你計一高睇下，全撚部塞撚咗出口都係狗嚟噶。我喺右邊啊 ，OK， 出唔撚到去啊，已經全撚部都係狗，狗多個人。哇，屌你老母，黐撚線，唔知邊個阻撚住。係啊，真係屌你老尾，俾佢哋分都唔識分。好啊。走啦，有狗吠啊！黐緊線嘅，我哋過翻對面，出唔到去嘅啦。係啊，我知道啊，出唔到去，啊，出唔到去啊。誇撚張啊！屌你老尾，黐緊線。好啦，我哋睇下依邊佢啊，而家好撚危險噶，因為咧佢兩，我依個女 O K 喎，即係佢兩邊前後一夾咧，大家就走唔撚到啊。咁啊，咁樣樣都好嘅，屌你咩粗鳩死班差佬啊嘛！我哋見到好多個 BMI 指數都係錯噶嘛，係嘛？好啦，我哋出一出去先啦。好啦，咁啊，市民好無奈啦嚇，不如擁翻翻過嚟對面啦。咁嗰邊係霸撚到滿曬嘅，我哋睇嗰邊，睇揾個位置可唔可以睇得到清楚啲？嗱，可以睇啊！去企下斌妹計，或者斌妹好揾好身材，咪影下而家個頭。好，
但按中心廣場咧，一二出口咧，嗰班年輕人咧，差唔多俾佢趕走咗啦，而家要執嘢啦。咁啊，見到咧就有一支催淚彈槍，一支雷鳴燈。OK， 咁啊，亦都有便衣。OK， 喺依個方向嗰度。咁啊。我唔使戴口罩啦，屌老尾我戴口罩都影响到我，不如唔好戴。你好，系咪先？同埋而家咧，讲真咧，我一系真系近排血压高咧，我再戴口罩咧，我唞唔到到气噶，我第一个猝死啊！屌你，系做咩啊？冇嘢啊嘛。OK， 我要喺后面走，好冇？好。咁啊，朗豪坊门口地铁站 E 一出口咧，就已经堆满晒。狗仔噶啦，咁我谂如果睇翻嗰边嘅布防咧，旺角里面咧一二百几人有冇咧？个阿奇，你觉得？应该差唔多啦。八三个啦，我觉得系嘛？好，我睇下依边先。依部 OK 嘅，咁啊依度亦都有啲人咧谂佢系唱歌嘅。OK， 好，我哋大概几多时间到啊？而家 so far。如無意外應該有半個鐘頭係嘛？係。咁我大家如果網友咧喺其他嘅地區裏面咧，你都可以報告一下個情況。咁啊，亦都可以將我依條 link share 俾海外唔同嘅網站啦。你喺你哋嘅Facebook 嘅層面裏面啦，可俾你嚇、當地嘅老友記知道香港今日612啦。而家亦都有好多嘅人咧係冇忘記到啊！我哋抗爭一周年啦，即係真真正正嘅分水嶺啦。雖然阿 Stephen 同埋阿 Jordan 同我睇法個分水嶺有啲大家唔同啊，佢哋覺得係2014年咧係抗爭運動嘅開始，咁我覺得真真正正全民覺醒咧係2019年嘅。咁啊，即係大家唔同嘅講法啦，即係譬如你八年抗戰，有啲人話14年抗戰一樣啦。啊，27分 ，OK，Christy 真係聰明啊！咦，叫你睇喎，得嘛？好位去前面，咁啊真系好热啊今日，咁啊听讲咧嚟紧个 weekend 咧，今晚咧会打一号风球，个风咧就会喺星期日就最近香港嘅，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嘅街上面嘅活动，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好啦，我哋去到亚街老街方向，我哋行翻落弥敦道依边，好啦，依度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啊，依个街口。哇！冚家產，阿奇，你睇下亞街老街嗰度幾撚多狗車？成條亞街老街去撚到麥當勞街旺中心對開都全部都係車嚟嘅。OK， 嗱，依度又有隊人喺依度巡，即係其實基本上咧，佢係霸佔咗幾條主要嘅道路嘅依一個做咩事啊？個唔夠力啊！主要道路啊，佢哋嘅車已經係霸佔咗幾條主要嘅大街。弥敦道亞街老街啦，嚇 ，OK， 咁啊，每一隊車隊咧，起碼都有三四十人。咁啊，換句話講，如果四條街咁已經有8人，係嘛？好，我哋睇下後邊亞街老街嘅前方，耀財證券、興和麻雀娛樂嗰度已經亦都係行緊咗好撚多人。係啊，我嘅睇法都係因為。2019年係多啲人醒嘅嚇，即係有好多淺藍嘅變身咗深黃，都係2019年開始。2014年可能佔中佔旺嘅時候，都好多人話阻撚住翻工啊。其實你覺唔覺得係咪啊？嚇，我都係㗎，我以前。你都係屌人哋阻你翻學？咁啊唔係，即係以前我係冇完全冇參與咯。嚇嚇嚇！咁而家就參與啦。而家會比較深嚇多啲咯。以前係港珠咯，係。咁我都係我自己覺得真正嘅分水嶺係2019年咯。好啦，前面亦都係啊，好多人啊，喂，過馬路啊嘛，嗱，可以睇睇嗰邊啊，嗰度一隊車，每個街口咧都起碼行咗十幾個差佬嘅，咁啊，大家最緊要知道自己係爭取緊啲咩，無忘初心啊。對面呢邊彌敦道都有喎，其實幾段路都係有，係啊，恆生銀行方向都係有狗車嘅。阿喬，呢度
咁樣樣咧，我哋啊著短褲、恤衫、T 恤都熱撚到閪咁樣樣，佢戴緊埋頭盔，焗笠撚住塊面，屌你老母孭撚住裝備，聽日有幾個猝死噶啦，屌你老母，啊啱唔啱啊？即係一定有一個猝死咯，你咁樣樣行法，唔撚焗死。好啦，依度有一排車啦。好嗱，我哋咧，我打算咧喺依個方向過咗去。影影嗰邊，我跟住去銅鑼灣，好冇 ？OK。緊要嘅，人嘅吸收程度咧都要時間，我喺下邊呢度過好嗎 ？OK。好。都呢度過唔揾到喎。過唔到㗎。好，呢個。我相信夜啲咧，呢度会更加多人喺度。而家仲早，咁啊，各位啊，今晚啊，即系大家小心 ，OK。咁啊，我魚蛋啊，應該上咗噶啦。阿琪同我講嚇，咁啊，原來35度啊，今日咁樣樣行法真係，今朝到而家啦，我覺得佢班撚樣應該實 O T 喎，又幾廿億 O T 喎，嚇咁係咪 I O T 喎？班撚樣好，咁咧我又唔係好覺得今日好撚多人著黑色衫喎，阿琪你覺得咧？嚇！而家連黑色衫都唔著，費事俾佢班撚樣搞嗰陣係嘛？即係變咗費事佢嗰啲叫 profile arrest 啊嘛！阿 Jordan 同埋 Steven 講 profile arrest。好，我哋係咪要依度上啊？應該係咪？好啦，依邊上 ，OK， 好。呢度上，咁啊，屌你咪地鐵裏邊亦都有八隻啦，嚇，好，係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嚇，你蛋糕嘛係嘛？咩話？你唔係阿蛋糕嘛？唔係，你搞錯咗，係。咁咯，係係係，唔係，好啦 ，hello， 你好啊，嚟咗幾耐啊？嚟咗好耐，嚟咗好耐啊 ！OK OK， 好啦，好啦，係嘛？係啊，好唔肥啊，係啊，係，好啦，而家我哋去到朗豪坊嘅門口，朗豪坊嘅門口 ，OK， 有啲沙沙聲喎 ，Christy 話。是不是我卡到嘢咧？可能嗨到啫。係，而家仲有冇夾夾聲啊？係嘛？OK 啊，應該 OK 啊。可能嗨到。嗨到嘢啫，頭先。好啊，朗豪坊咧，基本上咧，成個出邊嗰個外庭咧，其實都係起滿曬噶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喺依一個興旺麻雀娛樂嘅外邊。咁呢度咧就比較係少人，但係咧出邊呢度就泊滿曬車啊！其實可以影一影側邊啦。好啦，佢就過嚟，吞流少少。係啊，吞流少少。係啊。淨係依個 corner 咧，都起碼40個啦。咁啊，好多市民都係企咗喺度，我去前面嗰度。嗰、那個位置呢，其實在這個魚蛋革命嗰個位置全部塞滿曬人，係啊，基本上呢就是9多個人，係啊，我都唔知邊個蛋哥，屌你咪邊一個係蛋哥呀屌，好啊。
去到對面，舉高少少就睇到，係啊。咁啊 ，Christy 有一個網友啊 ，Billy 咧 send 咗 message 問我哋係咪代辦 BNO， 咁啊一陣間你幫我覆覆佢，叫佢留意一個嘅手提電話方面，我哋遲啲 call 翻翻佢啦。啊，誒依位啊，好啦，即係圍成個朗豪坊係包圍住警車嘅 ，OK。邊個應該係蛋哥一屌嘅老尾？你知唔知邊個蛋哥？我唔識邊個蛋哥喎，大佬。鄭丹瑞啊，屌個老嘢嚟噶嘛，大佬啊！而家啲新進 YouTuber 我識條撚咩？最多係識個大 J 嘅咋。大 L 我啊識，大 L 你識唔識啊？其實你知唔知邊個大 L？ 搞撚錯張武孝你唔識？你知邊個張武孝？屌你真係代溝啊！屌你，你識大 J 你？我知邊個？你唔知邊個大 L？ 搞撚錯，蛋蛋俱樂部喎，冇撚聽過。做乜撚嘢咁撚多聲啊？喂，過唔過到去㗎？呢度過到。邊個過到啊？好啊，好啊，唔該唔該，係。哇！依邊又係過唔到噶啦，過唔行過去，係啊，行過去啦。我唔係去信和買玩具啊，我係咧係拍完烈大夫中醫教室喺油麻地行撚咗嚟旺角，咁啊見撚到成條利敦道都係警車，咁咧我哋就行落嚟睇睇個情況啦。即係我發覺。因為今日真係航重太多兵力喺度啦，咁啊應該今日都冇乜人嘢做得到啊，係啊。哦，蛋山係社運老鼠長情問 Stephen， 好啊，我問下 Stephen 先。好，好啦，大家放心啊，我去睇住阿琪噶。啊。好。好啊，幫我報報時啊！而家我哋嘅直播時間係幾多啊？應該我相信25分鐘到係嘛？37分鐘、38分鐘。輝哥火鍋個老闆 ，Hello， 好。咁啊，今晚如果大家想行街，記得帶支水啦。好，過得。哇！依個女仔啲紋身多過 Christy。38分鐘，好。Oops，sorry。哇！朗豪坊後面咧，兩邊都係行曬啲車嘅。好啦，嗱，我而家咧就去旺角嘅情況差唔多啦。我哋會大概4-5個字左右咧，我哋就會去到銅鑼灣。咁我哋到時同大家講到銅鑼灣嗰個情況會係點，好冇？咁啊，蘇花今日旺角咧，主要都係由信和中心一直落到去依一個嘅朗豪坊咧，全部都行咗重兵，基本上亞街、老街依一個嘅。彌敦道咧，每一段咧都有大概4-5架嘅警車喺度。咁啊，如果每一個 platoon 我係當係有40至60人咧，我估而家坐底喺旺角裏面嘅警力咧，就應該有200至300人左右啦。阿琪同唔同意？差唔多啊，200至300人左右啊，係啦。咁啊，大家今晚就小心啦。我哋轉頭喺銅鑼灣再同大家報道。咁啊，暫時咧，我喺旺角嘅情況咧。就差唔多，咁啊4-5個字後再喺 MHK 嘅 Facebook 專頁咧，同大家做直播 ，OK？
咁啊，轉頭見。